大家好，我是二嫂。你看今年子我们种的豌豆尖好好吃都吃不完，我带点子梨饼去卖，看好不好卖啊？小林，你吃豌豆尖怎么够？带点子梨饼去卖。豌豆尖哪个要买哦？我说豌豆尖早些好卖得很喽。这种菜多得很，哪个买？我自己种去嘛，好那种嘛。你那个又怎么就买？小林吃啥物没得？我们俺爹没吃啥物，早都吃过的。我咋没吃？吃过的不？喊你一天不出门，一天在屋缩到。那天吃饭的板凳来请，那的桌子高头菜板凳有个是那个，那你去掐嘛。那个就去掐了来。想要在这城遇见优秀的人，更华丽的衣着，那就要吞下苦，混着泥沙泡沫奔波。有谁会给机会？小林，我这背都来装红油菜。倒不如聊个青春，个人努力生活，独自生活。看看快等等。小林，下短点嘛，下深点。来，就是滚这儿深。啊，你把它好好的放好了，那幺零还是奶？嗯，好了，姐。幺零，我去弄饭，那你去验尸嘛。嗯。他这个是头胎。现在电视都不好看，没得的没得。吃饭了，幺的。吃完了。哎。幺的，你是菜的。平头安逸点吗？身子安逸点？有点楼梯的比较安逸。底下没得人的，底下我说底下全部是架空层，全部是那些设施在这嗨过。应该就是要第五的安逸。那第五的安逸啊，我没第五的。你要有第五，看到外头没多人，那种第十的安逸。没事。偏偏外头啊，身上多少人的话，你就在我底下，你就那个还卖过。明天在这儿来去帮我卖菜哦。嗯。